要是想结束这场梦魇，就必须夺回巴沙兰。行动！我需要靠近大自然的灵魂，请回应我们。全能的古树，请帮助我们治愈大地。
下巴沙兰就能强化军力，对部落发动攻击。设法拿到从这里到洛丹诺的所有资源。感受绝望吧，马义夫！死亡大军无穷无尽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毁灭这个基地。 这里的木材，我们就能强化基地，升级建筑。 战争古树也加入我们了，现在可以让亚罗德派更多部队前往巴沙兰。 我不在军营上，我需要靠近你。
耀与勇气。祝你平安，朋友。你好，兄弟。你是女娃啦。守住十字路口，保卫巴沙兰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幽潮海岸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招募德鲁伊，还能召唤大德鲁伊来提供协助。他太远了。长者祭坛盖好了，你可以利用它来强化自己，或是化身为某个强大的盟友。猎人大厅已经盖好了，只要有资源的话，就能在大厅增强我们的武器和护甲。我们守护所爱。愿伊路恩与你同在，伊路恩照亮你的道。我很荣幸。
愿女神保佑你。我的刀刃锋利，一路顺风。战士联盟的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快速穿越战场，还能呼叫奇美拉协助我们。伊什努掉掉，我很荣幸，一路平安。我们的生命之树已经进化成时光之树，该来盖一些玄刃工坊了。玄刃工坊已经好了，在这里建造玄刃投掷器，用来摧毁挡在洛丹诺路上的敌方机器。
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再会。有什么快说，快走。
诺了，但希拉还在那个哥布林怪物上面等我们。保护好悬刃头直旗，让他们挖解敌人的防御。现在可以直接找希拉算账了，骑上脚印兽，解决这件事情吧。新的生命循环再次展开，恢复昔日平衡了。再次开枝散叶，繁花盛开吧。这是最后通牒了，希拉。以伊路恩之名赶快投降。该死的伊路恩，我会像他一样冷眼看着你们被烧死。你让我别无选择。帮助 Saravas， 联盟都去死吧。开头者永远有备而来，就算死了也不例外。圣光与你同在，圣光保佑你。